这个应该怀孕了，怎么可能？我说脊椎痛怎么会怀孕什么的？在厕所的时候我就是很淡定，我就坐在旁边，这样看他这样，很像很有一点紧张，很像快塞的感觉，因为他就这样跑过去，然后就看到哎，第一条过这样，对，哎，第二条，然后这样，然后我就出去，我说哎，你猜看是什么？然后他就跟小玉哥一模一样，说你第一条线啊，怎么可能走走？他说我们好像要转个科，那个复健科要变妇产科。我那时候就是下床的时候真的超痛苦，我那时候大概躺了一个礼拜才不会痛，我自己会定时间，我还不想上，我就要很缓慢的走去厕所，因为我来会来不及到，就是会来不及走过去。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就是因为以前练那个表演的时候，反正有一些旧伤，所以我就是一直很容易尾椎很痛。然后有一次我就是一样就痛很久，然后那旁边的人就是有生小孩的那种爸爸、老公啊，或者老婆就说：“那你这个应该怀孕了。”怎么可能？我说脊椎痛怎么会怀孕什么的？他说：“你那可能就是什么压迫到之类的。”对。然后就不由他，然后就被他们讲一个，我就是已经要去，我那时候好像是傍晚，我就约6点的那种，不是诊所复健科吗？我就想要去看一个医生，然后就先挂好。他说好，那你来的话会去照个 X 光什么的。然后就被那些朋友讲的，就觉得好像有点紧张，想说那验一下哦，就是安全，就觉得因为要照 X 光这样。但是我们两个完全是抱持着就是不可能，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大概5点半的时候验出来，我们本来是6点的门那个医生嘛，然后就我在厕所的时候我就是很淡定，我就坐在旁边，这样看他这样，很像很有一点紧张，很像快塞的感觉，因为他就这样跑过去，然后就看到哎，第一条过这样，对，第二条，然后这样，我就想，我真的也是脑袋就瞬间。那几秒钟就跑出了很多个画面，好，我未来十几年会长什么样子之类的。然后我就出去，我说：“哎，你猜看是什么？”然后他就跟小玉哥一模一样，说：“你第一条线啊，怎么可能走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们好像要转个科，那个复健科要变妇产科，这样对，都是妇，对，都是妇。然后，但我们也是很像，就是因为其实。”虽然不在当下的计划，但是都我们两个本来就是认定是彼此，然后是往这方向走的。它其实只是时间推进而已。是，好棒！你有吗？你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自己算神的。你会帮忙泡奶奶？那当然。对啊。因为现在其实他们喝奶奶的时间大概早上8点跟晚上的9点左右。那基本上我就是喂最晚跟最早，就是假如说每天的早上都是我起床，然后让老婆睡多睡一点啊，可以很好。对，我老公也是这样，好，对。每一天，除非我有工作，就是他起来。对。但是只要我在家的时候，我就是8点一早起来，然后就泡奶奶，喂两只，换尿布，然后看检查一下他们怎么样啊，盖棉被。给你按赞，给你点赞，很棒，很棒，按赞。果果呢？你的另一半？我觉得我的也是。就是真的是80%是神的吧？对，因为我觉得猪的部分真的是就像那人说的，它不是你就是连在爸爸身上的，然后也不是他去怀啊去生的，他们都会还有一点点不太熟这个东西，对，就是跟他还要相处，然后他就是那种你跟他讲什么他一定都会做，但他可能少的那20分就是他不会先去想到说，哎，提前布局。例如说，哎，小朋友现在几个月应该要准备什么东西？该准备副食品啊，或什么的。但你只要提醒他，他就会去做。那他有做让你感动的事吗？他其实蛮多都蛮感动的，就是因为他本来其实在怀孕前就是蛮贴心的人，然后怀孕后他就是会更注重，他就会说，哎，他最贴心，我觉得他就是每一天都没有任何的缺席的，一直帮我擦油、擦乳液，很棒。对，生产当天我们要选择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嘞？我有谁是剖腹产？我是剖腹哎。我自然产，因为我那时候是有那个胎位不正的那个问题，就是小朋友要转到下面嘛，然后所以就是变成是要剖腹产的方式。但我那时候其实也很犹豫，就是就会觉得说，哎，自然产大家都说对小朋友什么最好什么什么的，但是就我觉得各有好坏，其实宝宝健康出生就好。对对对对。那你是休息了多久之后可以下床？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是。我剖腹产完之后，就是那个，因为结束之后，他都会就打电话到房间说，哎，你要来看看小孩哦，就是要什么亲喂什么的。我那时候就是下床的时候真的超痛苦，我那时候大概躺了一个礼拜才不会痛，然后就是每一次下床最煎熬就是想上厕所，因为想上厕所的时候，一般人会其实倒会有一点点
我真的很想上厕所才过去。对，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是我自己会定时间，我还不想上，我就要很缓慢的走去厕所，因为我会来不及到，就是会来不及走过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原来就是人家说的自然产真的好是很好，他们隔壁跟我一起生的妈妈就是真的是当天就几个小时之后健步如飞的，对，因为其实各有好坏啦，但是剖腹产我是那时候听啊，他们是一层一层，你还要先把你的肚子七层，对啊，剖开来哦，然后再拿出来之后再缝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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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